耿德海宗师简介。耿德海宗师，河北省北平人士，幼成庭训，聪敏过人。父亲耿荣贵乃当地享负盛名的劈卦权名师。耿德海进得家学少林劈卦门的真传。他生性好学，冇门户之见，拜陕西寇四宗师学习关外、地堂门和猴拳功夫，亦曾经向道心五、邢云鞭、刘欢德等武术名家学艺。一生所学包括劈卦门、地堂门、自然门、太祖门和形意拳、太极拳、八卦掌等内家拳术。耿德海将所学的功夫去无全清，创立了大圣劈卦门。耿德海宗师在国术界德高望重，被推举组织暨老拳师会，团结武林同道。耿德海协技南传数十年，传闻曾经同20多位拳师切磋，都能够令对方折服，此后更成为朋友。大圣劈卦门的传人不计其数，对学生的品德尤其重视，能够自立门户的徒弟有陈寿宗、周星凡、林树凡、许海四人。而耿德海宗师亦是1970年以高寿离世。嗱，呢度咧就系湾仔坚拿道东7号，以前呢度叫鹅颈桥嘅。咁外师公耿德海师傅个武馆咧就叫民众国术社咧，就喺后边呢个地方啦。啊，炒面又到啦！哎呀，真系犀利。好多事啦。師傅咁好啊，今日請我嚟飲茶。係食得幾多少兩師徒？最緊要你兩個咧，聽聽話話，俾心機學功夫，咁就得噶啦。多謝師傅。好，咁師傅啊，你係幾時拜師噶？我拜師好耐喎，40多年前嗰陣時候我得19歲喎。嗰年咧，我拜師就其實好簡單啊，因為咧，我爸爸同我師傅陳秀忠師傅咧，大家係同門，都學大聖劈卦。咁我想學功夫，想進修，咁佢帶咗我去就揾陳秀忠師傅咧嚟教我功夫啦。咁嗰陣時候我哋喺邊度咧？我記得就係喺天后地鐵站對面嗰間叫百利酒樓。咁嗰陣時候因為好似而家咁多人嘅，咁就冇乜特別儀式，就係起身敬杯茶俾師傅咧。咁啊做咗陳秀忠師傅。一做做了幾十年了。咁你拜師有咩儀式啊？如果我見我以前一啲師弟啊，佢哋走嚟拜師咧，又首先咧要揾人介紹啦，要經師傅同意啦，咁啊跟住咧就擲一個好嘅日子，咁啊因為牽涉到拜神啦，咁啊準備啲少少嘅拜神用品啊，或者咧三牲酒禮啊，咁咧就同師傅咧，首先咧就師傅坐喺度啦，咁佢咧就要敬茶，咁啊就敬茶之後咧，咁啊跟住就向祖師爺敬茶，咁除咗敬茶之外咧，其實師傅咧都會安排一啲師兄弟啊，或者啲師叔師伯咧，係見證呢件事嘅。好啦，做完呢個基本儀式之後咧，咁根本咧就師傅教佢開拳啦。咁啊，即係話咧，證明咧師傅真真正正喺咁多人面前咧，係收你做徒弟，教你打功夫。咁啊，完咗之後咧，咁啊，如果係晚上啊，可能去食餐飯啦；如果係中午啊，可能落去街飲杯茶啦。咁就叫做一個基本嘅儀式，拜師儀式就做咗噶啦。咁師傅咁拜師有咩資格咧？其實資格咧就幾方面嘅，通常一般咧，你即係學功夫咧，嗰啲就唔係必即刻收你做徒弟嘅。通常咧，師傅可能咧觀察下呢個人，睇下個品格好唔好啊，學功夫有冇耐性啊，同啲師兄弟咧有個感情和唔和洽啊，即係俾師傅感覺到咦呢個人都係一個勤力嘅、勤奮有品格嘅人咧，咁師傅咧先至願意收你做徒弟嘅。咁另外有一種咧就係、師傅可能未見過，咁但係咧就有啲朋友。有介紹，可能有啲師叔伯啊、同伴咧推薦呢個人，呢、這個人係一個好好嘅人嚟嘅，品格又好，亦都好願意學功夫嘅。咁師傅咧就會從呢方面咧考慮，如果認為都可以收咧，咁就會收我哋做徒弟噶啦。咁師傅咁學生同埋徒弟有咩分別啊？學生同徒弟咧有兩個好明顯嘅分別嘅。通常學生咧就係、是、一個假設咧有個師傅。佢喺一個特別嘅課程，可能係2個鐘頭或者2日嘅課程。
咁啲學員嚟報名咧，咁大家係冇感情嘅，因為都係少少幾個鐘頭嘅時間，學咗啲常識咧，咁啊大家就各散東西嘅。咁如果你係徒弟咧，徒弟通常咧會跟師傅一段比較長嘅時間，譬如可能咧十年八年啦，甚至乎咧有啲徒弟啊，因為工作關係啊，或者生活嘅改變咧，離開咗武館啦，冇學功夫咧，但係依然同師傅咧保持咗關係，好似間唔中你都話：喂，師傅，我係出嚟飲茶啊，或者有咩事需要幫手咧，去翻武館幫手啊。咁咧，師傅亦都會咧係關心下佢啊，間唔中誒呢排點啊，工作好唔好啊？呢啲就係一個有感情同冇感情嘅分別。你學生咧原則上係冇乜特別嘅感情，因為大家相處嘅時間短。但係徒弟同師傅咧，因為大家有一個好長嘅時間去相處咧，建立咗個感情咧，咁呢個咧就係好明顯兩種唔同嘅分別。師傅啊，咁徒弟同師傅有咩權利義務啊？其實咧，所謂權利同義務咧，係互相相對嘅，即係你做一個徒弟，佢想學功夫，你孝敬師傅，尊師重道，咁呢個梗係對師傅幫助啊，師傅做嘢啊，或者對師傅多啲關心咯。咁另外一樣咧，咁師傅對學生咧就唔係話誒，你一定要係點樣對師傅，其實做師傅咧都要關心個學生，例如你嘅生活啊，或者你各方面啊。其實一個師傅咧，其實有三個解釋。一個叫做傳道授業解困，咩叫傳道呢？師傅教學生道德做好人，傳藝師傅教你打功夫，令到你識武功，做一個識功夫嘅人。另外解困就話你有問題嗰時咧，你唔明白你可以問師傅，譬如你生活上有困難啊，喺工作上有困難啊，或者學功夫裏面有困難咧，你可以問師傅，師傅咁嚟解答你。咁呢個咧就係師傅咧嘅對學生嘅一種義務。咁啊當然權利咁當然例如你對師傅間唔中請下師傅飲茶啊，或者過時過節送少少禮物俾師傅啊，咁呢個咧都可以叫做權利與義務之間嘅分別嘅。食嘢咯。去马劈闸，偷步折掌，四平加打。转身退马四平闸，退马劈闸，身体向左转180度，左手随身，右手保持在后，左脚向后退步成右弓步，左掌向前上方扬起握拳，转身成四平马，同时左拳收至腰间，右手由上而下劈闸拳。扣步接掌，马步拍加打，握手。扣步接掌，
四平架打，重心移至左脚，保持左膝微曲，右脚提起，脚面贴于左膝之后，同时右拳变掌，屈簪劈向左肩前，右脚向环落步成四平马，右掌向下划弧，击右大腿，继续向上举起握拳，高举过头，左手从腰间打出直拳，眼望左拳。咁啊，退马劈闸咧系一个讲求咧呢个平衡嘅动作，因为需要一个略带少少转身嘅动作。咁首先咧，我哋咧要首先系转身先，系啦，跟住咧我哋嘅前脚咧向后偷一步，好啦，亦都咧首先咧将我哋嘅呢边手咧先上扬。上扬就是表示一个捉拿的动作，跟着咧将拳头揸埋，好啦，转身直臂劈，呢个就可以完成咗呢动作啦。嗱，完成两个穿走之后咧，我要做一个退马闸。咁呢个退马闸咧，我有少少翻身嘅动作。首先我要留意啦，我转身时咧保持到平衡先。咁你一做得太快咧，会失平衡就唔好啦。咁但系我哋点样训练自己咧？咁首先咧，我哋完成呢个穿掌之后咧，我首先咧。退马一喺度咧，拿住翻过嚟个手臂咧，越大越好。咁嚟做，咁我做嗰时咧，唔好咁快，慢慢掌握技巧，先系做咗转身翻过嚟，咁可以啦。咁首先我系做翻个穿手动作先。系转身，好啦，前脚退马。系啦，将手咧扬起先，喺度一拿住，收翻拳头，转身，跟住劈闸，四平马嚟嘅喎。系啦，我手咧记住收腰。系啦，咁呢个咧做嗰时咧都逐紧转得好平稳，呢个都可以。吓，但系马步咧可以咧大些少会更加好。系啦，冇错啦。咁呢个扣步节奏里边，我哋留意问题就系我哋嘅脚咧唔能够完全直，系略为少少弯曲。咁我劈咗嗰時咧，眼睛咧亦都跟住我嘅手咧，向我個左邊咧望一望嘅。好啦，首先我完成呢個動作，扣步劈掌，好開步，拍一拍腳，成為一個四平馬，跟住舉拳出拳，咁啊成為一個咧架打啦。嗱，跟住咧我係一個連續動作。首先咧呢個扣掌劈掌時咧，我嘅扣腿咧唔需要企直，略為少少彎曲，咁扣住係容許我墊住嘅，同我哋獨立步咧係兩個嘅招式。咁另外咧劈掌嗰時咧，個眼睛咧隨住我嘅手移動嗰時咧，略為向左邊望一望。好啦，完成咗之後咧，咁我要開翻個四平馬，先嚟一個擊響。一擊響嗰時咧，個人就坐馬啦。咁我先架打。咁大家睇住呢個動作點做咯喎？嗱，頭先退馬扎啦，扣腳。好啦，開步，擊響咗，坐馬，就再一個四平架打，咁就做出嚟噶啦。咁大家可以咧係跟一跟，按照頭先個要求咧，慢慢做先。想做一個退馬扎先，係一個咧扣步劈掌，係開步擊響，好啦，四平架打，係啦，腳尖都可以係啦，移翻斜，前就記住咁得啦，好。我哋练功小常识咧，之前已经讲过我哋压腿啊、松肩啊，咁跟住嚟我哋介绍乜嘢呢？就系讲我哋嘅腰嘅运动，因为我哋腰部咧系将我哋上半身同下半身咧系连接，我哋嘅发力咧其实都系透过腰部咧去进行嘅。例如我哋将我的手去舒展嗰阵时咧，如果你腰部咧唔转动嗰阵时咧，其实达唔到呢个效果嘅。咁但系当我哋转腰嗰阵时咧，亦都速度唔好咁快，因为大家系初学咧，要慢慢掌握咗呢个力度。同埋速度咧，先至好去正式發力。